太子妃，要不要吃点东西？啊，怎么了？身子麻了呀？来，哎呦，那我不吃东西了，我就喝点水。行，我给你取过来。收起来，来，人家是夫妻。怎么了，太子妃？是身子麻了吗？婢子帮你揉揉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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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来接。啊，婢子命人去取共同来啊。就不告诉别人。来吧，要不是担心两国交战，生灵涂炭，血流成河，白骨如山，我忍。
怎么了？你可以走了。啊，我可以走了。可以走了。哦。启禀太子妃，太子殿下遣人来送东西。送东西？殿下说，一时性急，扯坏了太子妃的衣带，很是过意不去，所以特意赔给太子妃一条鸳鸯绦。殿下还说，原本应该亲自过来给太子妃系上，奈何侍才太累了，又出了汗，怕再伤风，所以就不来了。殿下又说，今日发生的事情，殿下不会告与旁人，请太子妃不要担心。我，谢太子殿下。太子妃，你看，永娘你还笑？现在是不是东宫的人都知道武艺山不整的从李成英的清单里出来了？是的，太子妃，我都赖你，是你昨天让我去的。太子妃昨夜太累了，我去叫人炖碗参汤给你喝，补补身子。这是阴谋，这是阴谋。